眼花以后，两副眼镜来回摘戴呀，非常麻烦。赶紧把你的传统老花镜丢掉吧，近视、眼花、散光，你需要的是一副远近一体镜，看书、看手机、开会、走路、开车都能戴。近视、老花、远视、散光，一副眼镜全解决。恭喜你，终于刷到真正的江苏丹阳眼镜厂的老板娘了。如果不是因为你爱玩手机刷到我，你可能不会知道说你脸上戴过的那些1000多、2000多甚至3000、4000的老花镜在我们眼镜之都丹阳价格究竟有多给力。这副眼镜啊，你不要说你买过，你可能见都没有见到过。这副眼镜如果在线下门店买的话是很贵很贵很贵的。有老花眼的朋友今天有福了，我们厂推出最新研发的看远看近两用老花镜，从此告别传统老花镜的摘摘戴戴。这款老花镜采用自动调焦镜片，版型设计也是简约时尚，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朋友，现在厂家直销。因为我们这款眼镜是为了打开市场，获得一个好的口碑，而且还要给你全国快递包邮，买回去送家人朋友也是非常好的。亲爱的叔叔阿姨注意了，我今天推荐的这款老花镜，但凡有一个人说不好用，你回来找我。普通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，摘上摘下特别容易头晕，所以我们研发了这款升级版智能两用老花镜，它采用自动调焦镜片，看远看近一个就够。更神奇的是，这款老花镜还能防蓝光、防辐射、防磨耐刮，久戴也不会头晕。今天厂家直发到你家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不喜欢随便退，不好用也随便退，有实力就是这么自信，赶紧点击下方链接下单吧。